近日在台北一连两日举办了两场演唱会，女孩们每一位都有精心准备了 solo 舞台，其中当维娟表演 Brave 的舞台时，还努力用中文来呼吁粉丝们一起合唱，真的可爱到不行。在开始演唱会前的试音环节中，维娟不只是对舒华上下其手，还因在舞台上跳太嗨没察觉舒华在后面被雨琦背走呢。